Hello，我是范江彦峰，我在违反校规的跳投里面饰演是篮球队队长徐克，背号四号，打的位置是小前锋，个性是不苟言笑而且外冷内热，专门对付就是那些不认真的学弟们。违反校规的跳投，每周五下午5点于 My Video 准时上架，赶快来看我精彩的演出吧！我只想着可以一直打篮球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就好。开心！报告教练，请让我加入篮球队。他的射篮能力是现在队上最缺的了。会投篮不代表会打球，体能是打篮球的最基础。团队，团队。所有练习都是团队配合。我早就说过，不参赛，就是偷走。克，徐克，穿鞋，徐克。你刚刚是干什么意思？我就是知道你不会进，才不陪你学。你不是很强，跳一下。正一。谁可以负责？你们告诉我啊！你们不知道宋妈妈的心情。拜托大家给一次机会。我这辈子还有机会再打篮球。重要的是，你不要输给你自己。如果我们能够打赢他们，这就表示我们拥有进入全国季后赛的实力。张静一，上场。球传出去，此时今天表现非常惊人，张天翼得到一个外线三分出手的机会。